刚才 DK 说随便开个直播都有200多个观众，现在只有19个。这十你怎么连他的小指头都不如？白痴哦！哎、欸，我记得你刚开始也才20-30个，那多开组啊！我没有，大概半年前的事。没有，不可能，哪有那么夸张？那你开都30，你是可能看到我的末端之类的，或是刚开始。还是 Curry， 还是大鱼，还是决定了 Curry。我猜应该会属于比较进攻的，对，要给他很多很多压力，对，看看他要怎么样让拉开距离，并且就是漂亮的那个 classic combo， 把大鱼吊起来打，哎呦，在这上面要怎么下来？哎呦，漂亮，哎呀。对，现在拉去。如果套让大鱼在他的下面，就还蛮不好的。对，这种垫脚在下面都还蛮好。哎、欸，不过目前还打得蛮 even 的，还不错。就是虽然他都有被冲进去，不过他抓到的时候都还是有抓到。哎、欸，哦，漂亮，哦，小动作很多。加一个，就是他很擅长的一个，不是擅长，队友都在用的套路。好，左边，还有这个上钻对下钻。刚刚那个躲没有抓到，好，漂亮的转身，又一个炮，看到他的重点，嗯，漂亮的 dare， 他直接很果断的给他一个 strike， 对，很大胆的进攻选择，对，刚刚那个是直击抓得很好，然后抓了就吃，而且那时候也不会很危险，他好像先放了一个炸弹，对，但是该做的都做到了，再一个。哎呦，漂亮！目前是跳在跳在领先哦，跳先要想办法活久一点。他现在趴树还算 OK， 对，还不会马上出去。对，但是现在应该不能再吃德州斩了。对，那等下德州斩会出现。哦，好痛！哎，漂亮！大鱼意外的吃到蛮多颗炮的，他那个竟然打得到，那个竟然太强。那个你说 up air 吗？对，看他脚步。哎呦，在他上面真是。要跳要滚，那个选项要选得很完美才不会。70%还这个领先 OK 啊。嗯，尤其是对抽的这种接地的那种，现在好像我都没有那么的像开局那么的就是进攻力。对。好漂亮的那个直线，慢慢直线。直接丢了个鞭子。哎呦，漂亮的跳抓。Curry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回响有点。嗯，比较单调，好像没有很好。对，他基本上只能选一种方式回应。哦，在上面了，又到上面，上面又到上去了。哇，他竟然很用一个这个阿贝尔往下去，完全想不到他用那招。对，以前比较少看他用，他可能他新练的。因为通常那个角度，大家可能就贝尔或是内尔，他直接丢了阿贝尔。他有自己是想凹，这一场都有逃掉那个我哥的手边。哎、欸，他这跳这一场用很少的奥普，哦，他很少是凹，真的，好像改掉了一些坏习惯。哦，漂亮，他的 combo 一个大炮加一个抓，那领先快要一命哦。嗯，哇哦，哦，那个滚被抓到，直接丢一颗，因为刚刚那个丢得很好，他如果往后滚也会知道，因为他后面没有距离可以。所以他只要 cover 那个选项，除非他原地起身或是等一下。哎呦，现在开始进攻，靠对命可以再玩的慢一点，对，打的耐心一点。进攻开始变得比较小心了。对。哦，他这样稳稳打，我觉得就蛮有机会的。对。哦，危险。哦，漂亮的 他那个真的有抓他的那个硬直，那个帅气。哦，漂亮的翅膀，没有抓到边。刚刚那个是狙击很精准。对。哦，这个贝尔，哦，漂亮的一个脚直接踩在他脸上，拿到一个一整命的领先，漂亮。哎、欸，这是有人关掉吗？
是你刚刚有把短袖放湿？绝对不是我。你会拍吗？我不会啊。再见。你会用这个吗？我不知道是谁把它关掉了。哦哦，不是我关的，不是我关的，对不起。问一下 Alan。他那个计分的，计分的不见，计分的。这怎么搞？好、哦，这样就好了吗？看不到背，看到背，真没有了。好吧，那没关系吧，我们先继续。这只是风险没有去掉。你先把这场讲完好了。先说不是我关的。或者说不是我关的。哦，换成 balance。哦，抓的好准。对。大鱼玩的两个角色手都很强。嗯，他的飞行是他的强项。对，然后哦漂亮的弓箭直接击杀。Sniper、哇，这个59%的领先，非常非常厉害。他弓箭又直又快，然后集气也不需要太久。对啊。哦，漂亮的一个 dare， 啊不对，那个 jump kill。还是蛮沉的地气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感觉表现没有受影响。对。这一次再用张票就被遇到了。哦，其实已经飞得蛮近的咯。哦，这个经典的一个二 B 加他的那个不知道是下 B 还是什么。难看，现在跳要赶快想办法吧。你说这比赛难看吗？不是，你说很难再看得出胜负，因为套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一片给收掉。哦，他刚刚有一个抓墙又怎么？哦，还是被直接摔死了。对，这样子距离又拉近了，看看套能不能冲过。套下来是没哦，又他完全没有去，完全没有去习惯他的那个。哎呦，中箭好痛哦！对，杀人他这样子。就又让套在回场的时候需要去担心更多东西，对，他没有办法这样悠哉那么好准哦。刚刚我们都是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击杀了，对，已经没了。我超级摸狗，好，现在差了一整命，看看套能不能搬回来。哦，漂亮。那个弓箭给人的压迫真的很大，你看他那个弓一拿出来，你就要。他可以骗你去做一些选项。哦，对啊，像这样，让你跳或者让你躲，然后你如果跳躲的话，他就会再用别的方式来骚扰你。但是也是，我觉得这是学 balance 必须要学的。对。又在这边丢弓箭。这场都没有看到任何二 B 的配合位。哎、欸，他公司那个弓箭就逼着套要去贴他、欸，哎、嗯，他必须要去贴他。对。哦，用二 B 了。好像这两场的第一个，好像是，或者也是因为是不是跟这场是有关系啊？哦，来了吗？哦，这次知道要躲了，对，但现在又进入下一个危机，怎么回来？因为大鱼的回场是非常的，对，发现觉得超可怕的是，哇，漂亮的一个两命杀，好，现在是1-1哦。很明显的表现出 Violet 感觉是比较顺手，不知道 Matchup 是比较好，但是很明显的是我哥打起来比较得心应手，我觉得应该是变得比较久吧，我不知道，两个他都是蛮久的，但是浩刚刚两次死在同一招上，如果这场能不死在那招上面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，还有别的机会，就看我哥他怎么变化。好，最后一场。哦，开始就有一个飞，哦，漂亮！炸弹电球。大鱼反应很快，直接闪掉他那个鞭子。嗯。哎呦，漂亮的鞭子。
对，丢了个大招哈，直接被挡下来的 corner。但是丢只是一个小小的 corner， 哦，漂亮的一个 up air。他先等了一下，他没有立刻用 nair 撞一下，然后再立刻用 up air 去接。嗯，哦，多好啊！上面收过去，睡觉躲法。现在是靠在领先，靠完了拿到一个不错的开局。哎呦，这个 punish， 对，大宇是很有耐心的，在慢慢等他下来。那也 punish 没有很急的去惩罚他，嗯，完全知道什么时候要用什么 punish。对，大宇追回来，哦，这个角度有点危险。对，应该是到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好吧。大宇很会抓普通起身的时候，直接把你在起身的那一刻砍出去。嗯哼，对，谢谢他，我觉得不太敢用。这是我的声音，没错。哦，刚刚怎么了？我也没看到。你刚刚干嘛？现在还差一点，如果能把他把这些收掉的话，大那个套要赶快把这些收掉。但是大宇蛮擅长，就是他这个新式的那蛮不错的。你越急，你打大宇，对，他就越能侵入到你的心中。对，对，他心理素质很强的玩家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漂亮！差一点，两边都在互相射击哦，然后在玩射击游戏。哦，漂亮的一个手边抓到他的跳，这样子。两边优势不是有差太多，哦，你看一个炮就把他追回来了。对，可是多丢了一个鞭子，刚刚那个地方感觉可以再等一下。因为 Sams 然后鞭子没有打到，他就是一个超级 free 的一个 punish。对，哦，漂亮的 fair。是要看距离，因为他鞭子很长。嗯，哦，再一个 fair， 一直抓他跳，哦，好多下哦。哎呀，这个好，大宇没有惩罚到刚刚那个鞭子。对。哦，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，赶快下来！哦，放屁！哦，那个炮骗人骗鞭子出来！哦哦，那个 there， 哎呀，不是 there， 那个 near， 他好像玩的进攻选项很大胆，就直接下去追了。可是刚刚就是他还是有他的 cross， 因为他没有打到，他打到可能就打到那一名，他没打到，他直接放弃他的那个。场控权，对，然后现在又被搬回来了。哎呦，那个打脸，睡觉，睡觉躲法。哎呀，被成功回来了，漂亮的一个二 P。哎，要怎么选项呢？我都很有耐心。两边在 OK， 慢慢等他进来，然后等他出错。对。哎呀，那个。习惯性的空闪哦，刚刚哦，漂亮的一个 force smash， 刚刚可能是我哥可能是猜他要抓，然后反而被一个极细的 force smash 打到，蛮漂亮的，因为前几场他都没有这样，所以就是有场被选到，出其不意。哇，二 B， 哎呦，还是很有机会的两边，如果他能把我哥这样打掉的话，哦，那这个就是很。很多分数哦，套会往上的，我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直接变前十名。但是以抗压性来说，我哥可能是目前社群中前数一数二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总觉得比较让人安心是我哥的应对。哎呦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鞭子哦，漂亮！他在最后一刻还是躲到了，不然刚刚就爆掉了。哦，漂亮的一个追回去一个靠你，在这个决胜点还是玩得很稳。哦，真的，现在很接近哎。对，现在是各都差一点 哦啊！哎呦，那个多滚了一下。大宇玩得很谨慎。对。没有去惩罚他。现在两边 anyone's game。哎呀！啊！精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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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！好险好险！要是刚刚套赢的，我就要跟大宇打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们两个赢了。